气喘发作，你们打119了吗？好像有人打了。快到了，你深呼吸一下。你不要那么激动，你深呼吸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那个气喘发作，麻烦一下。那民众气喘发作，麻烦一下。那边客人气喘发作，你们可以帮忙送医院。气喘发作，你们打119了吗？好像有人打了。好。两栋幺，两栋幺，两五三呼叫，五三在公气喘发作，现在要送往中国医跟两栋幺报报告。快到了，你深呼吸一下。你不要那么激动，你深呼吸。那个气喘发作，麻烦一下。那民众气喘发作，麻烦一下。哎，麻烦。他报告了，是他手机吗？哎，是他的。我们等一下再载你回去啊！哎呀，我先联络家人。哎呀，好，我们先。阿伯抓不？阿伯会哦。阿伯高啊？啊，有啦有啦。很高。阿伯会，时间阿伯高。很远啦，嘿啊，时间还袂到。回山是麻烦的咧，无啥物计较，较强的，你家坐一个百五块，买菜，哦，这个，先生，你嘛无机会嘛？啊，嘿啊，二十几岁尔。啊，袂错咯。啊，袂哦。啊，有啦有啦。有够啊，啊，袂错。啊，袂，时间还袂到。很远啦。嘿啊，时间还袂到。啊，你搁绑一下好，我帮你单条的。今年我咧无够。要把它踩住了。我脚踩在，我脚踩在中柱上。谢谢啊，您在谁领导的？啊？到这附近呢？哎呀。您上在干没在？哎呀。一个月三万块吧。有超过啦。啊，你没卖啊？哎呀哎呀。新八号安，新八号安。来，先开车，即摆落雨啦，来，紧登去啊。哦，那个人去坐啦，我去登台。哦，好啦。哎呀，即摆落雨，先去用用呀。一名59岁的李姓妇人，平日以捡拾、资源回收物品为生。11日18时许，骑着一辆重型机车，准备将捡拾的纸箱、瓶罐等物品载至资源回收厂变卖。途中因车上物品未捆绑牢靠，因此回收物品散落一地，正好后方
刚好跟着一辆警车，车上民警发现后担心妇人发生意外，于是马上下车协助妇人捡拾物品，并重新捆绑牢铐，让妇人大战由警察侦好。